儿子，学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们家刚刚买了一个好吃的水果，要不要给你去拿？我去做饭给你吃好不好？奶奶，你看我爸还让不让我学习了？儿子，你给我好好待着，孙子，好好的读书。奶奶今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爸，你有微信吗？我加个微信吧。我有屁了个微信，要是有微信我就不用跪键盘了。姐，最近你男朋友对你怎么样？啊，我男朋友说我们简直是天作之合哎。怎么个合法？哦，太互补了。我喜欢吃菜叶，他就喜欢吃菜梗；我喜欢吃萝卜，他就喜欢吃萝卜皮；我喜欢吃红薯。他就喜欢吃红薯叶。姐啊，这样的男人我劝你还是不要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买不起药啊。爸，